到了保存里李天宫主要祭拜的护城石是当地民众重要的信仰场所之一。李古历三月十三号是李护城石圣诞，所以庙会是隆重举办庆典，除了有各种的奖品，也有精彩的表演，现场演讲是热烈滚滚。在廟廳頭前，大家相見在看到精彩的人才表演。另外在舞台上有打鼓，還有歌手來唱歌，場面是相當的熱烈。這是在斗六市保正里來的李天宮，主要奉祀李父千歲。舊日的三月十三是李父千歲的聖誕，廟內的暗道上是擺滿各種的奖品，這都是大家的心意，要來為神明接受。李天宫可以说是地方重要的信仰场所之一。李父千岁的圣诞是真受到乡亲的重视，除了有准备澎湃的奖品，还有各种的艺术表演，展现出庙的文化特色。大家陆续来到现场，欢喜为李父千岁过生日。所以讲，今日看到李天宫吼的团队就对了，我甲你讲一个赞，啊，恁非常无简单吼，啊，大六市啊，啊，百几间庙宇啊吼，嘛加咱的李天宫、李父千岁圣诞的时阵啊。你有法度办这款全级以上的文化活动吼？这个吼，李父千岁的这个圣诞千秋，啊，咱的文化活动会使讲非常的盛大，大家拄只大开眼界，看到王宏龙老师，伊些算国宝级的吼，啊，即使讲啊，啊，咱呢不只是文武兼备，书法也写得非常好吼，啊，朗诵啊，嘛是能量吼，非常的顶尖呐吼，所以咱嘛给王宏龙老师拍一个鼓啊。哇，这是哦，咱国家级的这奉献奖得主啦吼，所以就难得啦，今仔会当伫遮做一个表演吼。众人心心的祝福，希望信仰的力量会当来安定人心，也来保佑地方上一切平安顺遂。婚姻新闻综合报道。